你是我的爹，是吗？若是以后你个苏家配啊，像你秋山野怪，放一个话落，要个代志，怎安尼转？我可能，我决定个代志，无论何人，要随伊改变。你若是要有效果，万唔通掠出你家己紧张了。这盘棋局，若无你，嘛无可能个话题。但我会继续行落去。 所以你想要唔通甲我做对头，啊若无，我会连你走去处理。我是无跟你离开，今日我要带安杰到吴家走。罗毅，你今无退咯？话莫讲伤早，我若是无包，我就唔敢来啊。罗毅。 我敢若予你10秒的时间，搁考虑，我算较早。若是你坚持要继续威吓王文金甲罗安杰，安尼就毋通怪我心肝凶，直接对你下毒手。这个计，一定唔爱予，咱厝10秒之内来应对啊！但是我做同意，你趁机会，罗安杰离开，拜托啊，伊够危险吼。 王爷，王爷姐，你到底做伙做？你先走啦，我先过来啊。对啊，我等你上车。若是小雨坚持唔肯离开，你就直接向准罗安杰，但你直接较快啊。辛苦，小雨你真心好心，你若真正会打伊的地线，这下过来帮忙，肯定会紧张。 都无路转去啊！姐，娘，听爸的口气，伊心肝俩瘫痪，一定要有安杰跟我们家死。爸。 是的，小雨不好，到最后我是选择用性命向你证明，这世界不只有生活，无坚定，但你牺牲性命感情。安琪。 真正要为着这个查某，无怪咱爸仔囝的结婚心。 走不走未去啊？龙爷，你们走，走赶快死路一条。爹，阿姐，爹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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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到即马是唔肯放弃？好，安尼就唔通怪爸无情斩断你一切念想。你慢点啊，跟走啊！爹，当心！所以真正为了个查某，我伫死命。你归去啊，我那跳你陪伊啦。我会留落来，我会甲你带去警察局，二审法办。我认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要搞二审法办哦，会用的啊。啊，不过第一你要报警进前哦，我也先敲一下电话，给我老兄弟兄啊。我要甲讲一件。甲拍死，伊嘛绝对袂相信的汉古代。哦，唔对，应该是建孝代，因为绝对想袂到，伊竟然替人饲查某囝，一饲就饲三十年。你是讲啥？我的地钱哦，我唔紧，你阁有影是爸母做大官？你明知影罗亚生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阁会叫你叔啊？
有老虎咪叫你大兄。这兄啊，若是知影讲啊，伊我从几十年这个上好的兄弟啊，竟然甲伊爱几十年爱妻，做伙互伊做乌龟，我想应该起笑呢。你是黑白讲啥？我是不是黑白讲啊？等兄啊去验过了，自然就知影。啊，你不是上爱验 DNA 亲子鉴定的？我在咧想呢，等兄啊看到伊甲罗阿杰亲子鉴定报告了后啊。站袂住的慢慢好的人会有啥？罗在兴、老虎米、罗亚杰，哦，我袂好算呢。到时阵罗家唔呐面对失去罗安杰这悲伤的代志啊，就搁爱面对红宝失和啦、白囝断缘啦，主人甲下家主人比作白下弟啊，这款关系啊，哦，真正是有够凄惨的。这全部拢是用黄金抵的啊！看起来我暂时免烦恼，我会叫库里比龙阿来啊。你是不晓，我早晚会找伊倒。传钱，不管你死还是活，姐，我会找着你，把你带倒回去娘家。真正要让你走，无差啦。你即摆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威胁啦。你两个赶紧调动脚手，一定要找个小叶。伊的脚掉伤老一岁，即摆佫掉伤，绝对挡袂住。唔管怎，一定要救人。是。是啊，你们想怎样？王立，你是不是为了要保护阮瑶，用什么诡计把安杰拐过去，想要骗阮瑶去救安杰啊？董事长，你哪安尼误解我啦？我绝对袂去伤害恁任何一个人啦！干嘛呢？之前你伤害阮瑶的代志，我都无甲你计较啊呢？想要讲你肯定不甘愿，我要保护阮瑶，阮瑶是我的后生呢，你都无咧担任咱兄弟仔结婚做这款代志，我罗在英是当然对不起你啊！在英，迄当初要叫你走，你唔走，你硬要跟阮罗家把做伙，我当初才想讲咱遐尔啊奇怪咧，结果我想袂到你比我想的更加恐怖。安杰是你自细汉看到大汉的哦，你若真正对伊下手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你若看袂出来啦，真正敌人是达忠信，伊是一个歹心毒性，为着达生无敌，不择手段的小人，不是我。你下当卖阁辩解我，哈？就算你用刀啊逼我，我嘛是安尼讲啊。咱所有人的敌人是达忠信，是伊做的。不是我，金妹啊！你哪会变到这么可恶？变到跟陈忠信同款可恶？哪呢？我搁努力到辛苦，比有甚么路用？我即马宣布。解除你所有的职务，你保护我乖乖的，马上离开，因为我唔爱再出现在我的面头前。还讲哦，我落开大门，你永远唔爱再踏入一脚步。
王金，就注意啊，我跟你缠无高，醉无老。我知啊，我今麦讲啥拢无路用，你拢袂相信啊。强哥听我最后一句，来赶紧找到安杰，甲阮要。啊，那我唔代着你安尼生气。